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，我们来看到是基本工资的问题引发了讨论，而国民党的两位新上任的副主席也先后出招。我们就看到继台北市长的郝龙斌要求今年要调高基本工资之后，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在昨天提出了调整财税制度的构想，鼓励企业老板赚钱之后跟员工共享，否则就应该要缴更多的税。